Hello，大家嗨，大好。家好，我们今天要去 camping 了，而且我们换了一辆新车。对，我们把牧马人换成了 Model Y，这是等价交换，任务交换。这绝对是个神操作，就是罐罐本来有个吉普，他想卖掉，但是发现半天都没有人买，因为这个车过于的高岭之花，所以他换了一个特斯拉。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可以玩一下。看看他去露营怎么样，然后呢，还可以很快的把它卖出去。这个车还挺适合出去的，因为它有一个露营模式，就相当于你睡在车里的时候，它把空调会慢慢的给你打开，让空气流动，就不会觉得那么闷了。然后在冬天的时候，它还有一个暖男模式，就是它会出热风，但是屏幕上会显示的是那个烧柴火的样子。这么好玩的吗？还挺贴心的，不愧是智能汽车。感受一下空调的风已经暖了。哦，真的，整个汽车的温度都上来了，天哪，太温暖了吧。还有好玩的，你看这个。啊，放屁，欲言又止。虫虫，你怎么放屁了？我想要车。你要来。而且呢，这个车有一个超级大的天窗，我觉得如果躺在这上面看着满眼星空，一定是很浪漫。哎呀，非常适合没有孩子的人去露营啊。这个特斯拉好大呀！这个特斯拉很大呀，而且我觉得它屏幕特别大，真的很方便，不需要手机导航了。哇，这什么呀，程程？这谁呀？还可以弹琴呢。电钢琴。这功能娱乐功能太多了，这怎么出去野营啊？就在车上玩了。那这是粉色的，是粉色的呢。你用粉色换个特斯拉吗？嗯，升级的。程程已经熟练掌握了涂鸦功能。我想要白色的东西。好呀。游完泳累了，虫虫该睡觉了，所以我们把床放开，先要把他的婴儿座椅摘下来，这样子整个后座放倒，我们就可以把床展开了。啊，这样椅子就放倒了，一件事。这就那个，这是特斯拉自己的吗？应该是个第三方的。但是它刚好能 fit，就是得正好在这个后备箱这个形状才行啊。这胎怎么充气的呀？吹的呀。那它应该是把这个口一打开，还是自己的充气？反正我就学会玩那个放屁的游戏了。成长。在车里露营，在车里睡觉好吗？你困了是不是？你睡觉吧。我没困了。我没跟谁聊。天还亮着，就是下午了，我可以睡午觉了。我想要跟黑了可以睡觉。好吧，妈妈给你讲故事，我们睡觉吧。拜拜，我们要午睡喽。睡一会儿好吗？